網絡自由的問題，我覺得政府自己都沒有明確的標準，跟住就話要在選舉的時候規限人哋要有公平的原則。那什麼叫公平的原則去實踐呢？他自己又答不到出來呢，我覺得這樣很危險的，因為這樣對時有很大的即是這個隨意性，令到網絡的電台呢不能夠發揮一個很自由去評論以至去監察候選人的作用。所以我是極端反對這個做法，因為你沒有客觀標準，這樣做是賦予政府或者監管機構太大的自主性和彈性，所以我反對。